因为知道今年的加演行程又在国家剧院，太爽了，因为这样的机会并不太多。据侧面了解了，加演通常国家剧院都给首演的行程，很少给再加演的行程。嗯，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很难得啊，我们很难得能回来这边再加演，非常荣幸哈。算是国家戏剧院给我们白城情人节礼物，让我们在这一个周末可以演出。你看都哽咽了，你看看对不对？你讲话都哽咽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礼物，所以今天才能跟大家用一个这么浪漫的方式来宣传在这的加演行程嘛。嗯，其实我们也很开心，就是可以再继续加演这么好的戏。因为其实说实在，这个音乐剧呢，其实自从就是我们《哎呀我的妈》开始之后呢，其实有得到很多的回响，对我们有很多的鼓励。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可以三度加演，真的是得到很多观众对我们的支持，然后也一直要求说可以不可以再加演。所以我也觉得说真的很谢谢果陀，可以在有这么好的戏，然后重新再演出给所有的观众朋友看。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观众，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回馈跟回响。所以我们抱着非常感谢的心情站在舞台上，可以呈现出这么好看的戏。要不要讲一下，当初接演这部戏，应该没有想到可以一路演进国家戏剧院，而且是一年直接两次，短短一年。应该没有想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响。嗯，也就是这个戏在整个视觉跟听觉的制作水平上面，它比起一般的音乐剧其实不输百老汇。因为音乐剧在百老汇是一种戏剧形式，而且常常见。但台湾呢，大概音乐剧一直以来零零星星的这样子，光靠的几个剧团在做，它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戏剧形式。那梁志明算是比较，梁导算是很多产的，他本身对音乐的喜好，他对音乐剧的一种独特的一种品味啊，他的确有一种相当的敏锐度。这一次把陈乐融的这个词加上了包比达的曲啊，然后呢，在这视觉跟听觉的结合上面，这戏又多了很多很多的看头。然后加上大家的舞蹈，这些年轻演员都很会跳，最不会跳的就我们这几个人了。就是我们这几个拿麦克风的，我们最不会跳了。两位唱歌苦练多时。真的苦练苦惨了，腰一直闪到，对啊，暴瘦，对啊，超瘦，练的这个瘦到父母亲都认不出来的时候，其实都回去都不知道叫他叫什么了。对，这个、怎么来我们家呢？都已经不认不得了。你看这张脸。从拉拉链开始。从拉拉链开始怎么样？从拉拉链开始，就是一路认不得到现在。大什么大娱乐家，其实你可以看到歌舞剧，其实大家这最近的风潮，这几年大家都爱看。而且在奥斯卡也会得到很多的奖项，大家对音乐剧是喜欢的。那在舞台剧上面呢，我们能呈现这样的一个内容，从头到尾的音乐的完整性，还有视觉的编排上面，它很值得看，娱乐价值非常好，所以没有看的朋友真的不要错过了。五月的时候，你又哽咽了，对，因为看到太开心了。桃园场，你妈妈看过没有？我们全家人都看了，你全家都看了，合家欣赏。OK， 好。对，母亲节就到了啊，台北之后的下一个行程就在桃园，希望我们的媒体朋友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桃园的行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要跟这些小鲜花、小鲜肉来提体力，就是自己有什么？对哦，男生叫鲜肉，女生叫鲜花哦。好会形容哦。跟这些小鲜花、小鲜肉在比体力这件事情是自讨没趣的。干嘛呢？我不会去，我不会不服老啊。其实年纪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有些事情不要乱做，真的，不要逞强，笑屁啊！欢迎进剧场来看，因为陈哥在剧那个舞台上是还蛮活泼乱跳的。哦，他真的活泼乱跳。你们有看过陈哥在舞台上跳吗？活蹦乱跳了。我跟你讲，你有看过洪金宝他们打？闭嘴！就这么灵活，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总彩排的行程。好，就这样子了。对，非常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那我们就是五位演员帮我们留在台。画面也都很好看，你们如果想要拍摄一些照片也欢迎。待会会主持开始彩排，谢谢大家。来，我这里。还有哪边？中间。中间。翘脚应该是你，不会是你。没关系，你翘。翘。翘。
谢谢。OK OK， 欢迎欢迎，好，谢谢大家，拜拜。搞得好像我们俩在演。好，谢谢大家，谢谢，先放下来的。